时阵拢看袂出来哦。食饭的时阵，恁爸就讲啊，蔡大夫还袂回来进前，黄冠廷是暂时代理总经理。我奶奶就代表爸上重视的，不是黄冠廷，嘛不是你，是蔡大夫。但是蔡大夫回来要甲你抢富贵建设，你敢抢会赢伊？当然嘛抢袂赢。因为若阮爸偏心，大妈咪嘛较介意臭豆腐啊。所以我才会讲，只要黄冠廷愿意支持你，你才阁趁蔡大夫回来之前，做出一挂成绩，予你爸爸看到，予伊相信你是有才调，会当打起富贵建设，然后你就会当名正言顺，做起你富贵建设的总经理。是够。都变成是黄冠廷甲蔡大富来替你赚钱啊，知影无？喂，你这个手腕写得袂歹嘞。不过我稍等下爱买个，你着先看嘞，啊，等下有时间我再看哈。不要紧，我会尽量较紧看。嗯。啊，再来找你讨论，你感觉安尼好无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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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那咧，总经理，我着等你个好消息哦。无问题啊。啊。多谢多谢，别别别，等我消息啦啊！啊，这人啊，刚刚是小学生写的 K 文案啊。连社区周边环境调查，还阁定不到拢无，就是要改革。这款物件也阁提出来，好像错了我说的这款后生啊，真正是报应。我有叫你甲我家己甲黄冠廷讲啊，伊讲我客文写了袂歹，我相信哦，这届一定会成功的。好，我再带你去吃好料的，顺便庆祝一下。嗯，拜拜。哎呦，蔡经理，这是总经理爱我退给你的，退给我的。是啊，我生意不行啊哈。黄冠廷这个卑鄙的小人，竟然讲一套做一套。你。我之前遐袂签的物件，你是安怎？要送的？你是要搞到死是无？什么无签的物件？蔡大贵啊！蔡大贵无签的物件，你是安怎搞送的啊？不是嘞，啊是你讲遐全部一堆拢。你搞掂去！我跟你讲，我即摆给你最后一摆机会，你若是敢退找哦，我得。你听到？你就不要干了啦！